九号闪一队闪亮亮，他们在玩推乐玩得不亦乐乎的模样吗？其实内容实在太多太丰富，一整集都播不完，所以今天就要将更精彩的乐玩花絮一次大放送。究竟闪一还玩了哪些游戏呢？贝多芬的音乐教室 is coming。贝多芬老师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改编弹奏 Shiny 的经典歌曲进行解答， Shiny 能否听得出来是哪一首歌呢？请出题。这什么贝多芬满娘哦，哎呦，冲答 Hello Hello， 请问答案是不是 Hello？ 哎、wow. wow. ，厉害耶，厉害！提洛的图，我们听一下有没有正确答案，可以听一下。贝多芬老师有正确解答吗？好，有正确解答，我们听一下正确解答。不好意思，我处理一下，处理上也不严的。啊什么？I'm serious. Why so serious? I'm serious and serious. 那接下来就马上进行下节，请贝多芬老师。什么？Key. Ding ding dong. 请问答案是不是 ding ding dong？ 恭喜答对。我们叮叮叮，我们第一下答案是不是叮叮叮咚的叮叮叮叮？这个无厘头的虫，其实贝多芬老师弹的还蛮厉害的。我们是想贝多芬老师是有他自己的 talent， 对，会进行不一样的改编。这首歌还弹得不错啊，对对对，也只有这首歌了。好，接下来下一题。给大家一个提示，好，这首歌曲是日文的。对，哎 ，key 又知道了。哎，不论，等等，快点，赶快打，不然太平要打了。三二二，kiss kiss kiss， 答案是不是 kiss kiss kiss？ 好，太平。千年，请问答案是不是千年？千年之そばにいて。他一直这个一直这个천년이란노래는없어우리천년노래는없어요저희那个钟铉说他说没有千年这首歌啊，没有千年这首歌。等一下，千年之后说把你对，一千年永远在你身边。恭喜答对，这次有笑这么开心，有多开心？赶快进行下一题，贝多芬老师。听出来了，太美，真的那么也不。姐姐你太美了，姐姐你太美了，恭喜答对。为什么听两个音就听出来了？저분이멜로디를안틀려고치워주셔가지고，因为他的节奏跟那个melody 都是对的。啊，只有这一首是对的，其实其他刚刚有弹错的都是有问题的。好，马上看下一题。感觉现在大家又不知道要回答什么，一片沉默。这个完全听不出来像一首歌曲。哎，哎哎 ，Fire， 请问答案是不是 Fire？ 不对，不是。他们还是不知道，还是不知道。什么什么？他是林哥 ，Dancing Girl， 他是不是 Dancing Girl？ 恭喜他！没想到莎莉的音乐造诣这么好，都猜得到贝多芬老师弹奏的曲子，是怎么都是钟铉和 Key 在回答？相较之下，温流和泰米太温和了啦，要一起来积极抢答才行啊！继续听，请贝多芬老师。
钟炫，答案是 Lucifer， 答案是 Lucifer， 恭喜答对、啊，马上听一下正确的解答。这首歌也是记忆点很强，一听就知道，一听就知道了。快来听一下下一题。温流好痛苦、哦。我就是天天听这种歌。提示：是歌曲是一个人名。阿米哥，答案是不是阿米哥？啊，朱丽叶。朱丽叶，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行，答要换，要换人，好不好？好，来温流，答案是朱丽叶，答案是不是朱丽叶？恭喜答对！我们听一下朱丽叶正确解答。请看下一题。九九，答案是不是九九？哇塞，弹错也可以听得出来啊！天哪、啊，哇塞，很厉害哎！听一下正确解答。好强哦！他现在噔噔噔噔噔哦，很强哎！最后一题啦，最后一题，请出题。天哪，这个都不像这首歌。所以你自己也觉得很不像这首歌。这哎、欸，这贝多芬老师啊，有答案了。泰明有答案，答案是罗安奈国里，你我的距离，你我的距离。但这是不是有点不对？哎、欸，等一下，你们两个是同一队的、啊，对不对？啊，Dream Girl， 答案是不是 Dream Girl？ 恭喜答对。我们来听一下正确解答。他们有觉得像 Dream Girl 吗？아니요전혀비슷하지않았습니다完全不像。我也觉得，我这样也听也听不出来。我们听一下正确解答 ，Dream Girl， 谁呀？贝多芬老师今天也算是辛苦了，好不好？哎，辛苦了，就这样默默默默的走了。谢谢贝多芬老师精彩的演出，才可以看到 Shiny 这么可爱的一面。今天一次大放送的漏网花絮播出之后，有没有让你更加爱上 Shiny 了呢？不过希望下次温流和泰明可以积极参与，才会有多一点的镜头。 Shiny World 说是不是啊？欢迎 Shiny 下次再来玩一玩，独家报道。其实那一段呢、啊，真的非常考验。